仲有唔够一个月就系农历新年啦，咁除咗行年宵、办年货，一样过年前咧必做嘅传统活动就系大扫除。近呢几年啦，比较流行断舍离呢个概念，又多咗整理师、收纳师呢个职业出现。其实大家咧只要拣啱工具帮手，自己咧都可以成为整理师，喺新年大扫除，帮屋企咧进行深层嘅清洁。而一部功能强劲和全面的吸尘机，例如 Dyson， 就可以帮大家在新一年开始从深层清洁家居出发，在疫情之下继续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最近 Dyson 推出了几款新的吸尘机，要怎样选择才真的啱你或者是家人的需要呢？今集就切合你的清洁需求，推介三部新年断舍离整理装备给大家。在开始之前，先多谢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，还未 subscribe 给你，今次就很快订阅我们的 Price Youth Channel， 再按旁边的钟。首先要讲的就是 Dyson 刚刚新一年1月5日推出的旗舰吸尘机 V15 Detect， 集齐多项领先吸尘机技术于一身，最适合平时上班忙碌的都市人，每次打扫都要快、很准又到位。特别在新年大扫除或者过节的时候，想找一个又快又高效率深层清洁家居的好帮手。 V15 除了有最强劲吸力，同时有全机密封 HEPA 过滤系统和 HEPA 滤网，有效吸除并且锁住小至 PM0.1 微粒，适合有过敏问题的朋友。另外还有全新设计的智能变速吸头，采用防前结技术，最适合家养开宠物的朋友用。V15 是 Dyson 吸尘机系列入面吸力最顶级的型号，高达 230LW 的真空吸力，维持 Dyson 一贯无需减吸力的吸力性能，不会吸吸下吸力减弱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吸干净屋企任何的大小尘垢，吸尘自然事半功倍，更有效率地深层清洁家居。而另一个大家用吸尘机的时候，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未必为意的，就是二次污染的问题了。大多数人都会着眼在吸尘的表现，看看集尘筒到底吸了多少东西，就忽略了吸尘机会不会容易积尘甚至是走尘。而 V15 吸尘机就用了全机密封 HEPA 过滤系统和 HEPA 后置摩打滤网，滤网设计能够捕捉小至 PM0.1 微米的超微细微尘和致敏源，并且锁住在滤网里面，就不怕在机身过滤出来的空气造成二次污染。对于经常因为打扫出现过敏或者有鼻敏感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去用。作为 Dyson 新一代旗舰机款， V15 其中一个卖点就是这个独有的全新智能变速吸头，采用了防前结的技术，吸头懂得因应不同的地板材质和尘垢量去自动调节吸力，等用家可以轻松打扫，更加是适合有养开宠物的朋友。因为吸头入面有56个防前结梳，去自动解决毛发缠绕的问题，可以将毛发一吸就吸到去集尘筒入面，就不用再怕卡在吸头入面了。除了 V15，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Dyson V12 Detect Slim， 它的智能雷射侦测技术和压电式声学感应器，可以透过 LCD 的荧幕显示到灰尘的分析和统计，被用家感受到看得见的干净。对于经常打扫对清洁有要求的朋友，就可以入手 Dyson 最新的吸尘技术，帮手解决家居深层清洁的问题了。V12 是 Dyson 第一部配备智能雷射侦测技术的吸尘机，在其中一个常用在硬地板的 Laser Slim Fluffy 吸头的右边设置了绿色的雷射光，等你吸尘的时候可以轻易看到地上隐藏的尘垢。我们试下在木地板上面撒一些黄糖，模拟回肉眼没那么容易察觉的灰尘，见到 V12 的雷射绿灯比起一般的 LED 白灯更加清楚，看到一粒粒的黄糖，那就不怕走漏眼了。而吸尘机机身就内置了一个压电式声学感应器，当吸尘的时候，灰尘会经过感应器的表面而引发出细微的震动声波，透过每秒15000次的监测所得出来的信号会转化成数据在 LCD mon 上面，以不同的棒形图显示出碎屑、微尘甚至大约10微米的致敏元素量，等用家可以一目了然见到吸尘的位置是污糟定是干净。加上 V12 在自动模式底下能够根据灰尘的多寡去调节吸力，那就确保到吸尘机做到深层清洁的效果，提供科学实证，给用家体验看得见的干净才是真干净。
新年要做个孝顺仔女，等父母可以轻松处理大扫除或者是日常打扫。想爸爸妈妈随手拎起就可以吸尘，而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。这一部轻巧又符合人体工学的 Dyson Digital Slim 就啱晒啦。成部机连埋吸头的重量只是 1.9kg。官方表示，比起前一代的吸尘机 V11， 体积减少了 20%， 轻了 30%。咁即系轻咗几多咧？我哋发现啦，佢系比起一部最新型号嘅手提电脑仲要轻。而我拎部机上手试下啦，喺唔同嘅角度位置吸尘，发现佢嘅人体工学设计令到我喺用紧部机嘅时候都冇咁容易攰，反而用普通扫把扫地，因为要迁就扫把而令人觉得好快腰酸背痛。事实上 ，Dyson 自己都在美国人体工程学的实验室做过测试，证明 Digital Slim 在清洁的时候可以减少 20% 的肌肉负担。加上它有多达四款的吸头配件，无论是家具的高处、床铺、梳化底，定是缝隙角落都可以轻松清理。除了大扫除之外，平时老一辈做家务都不会令到他们有这么大负担。看完三款 Dyson 吸尘机的介绍和示范， V15、V12 和 Digital Slim 每款都各有特点，配合你不同的需要。如果你本身工作很繁忙，又想快捷地做深层清洁，或者家里有养宠物， V15 的最强劲吸力和全新的智能变速吸头就啱晒你了。如果你本身对清洁有要求和比较频密地打扫的话，就可以选择比较轻身的 V12， 利用智能雷射侦测技术和 LCD Mon 带给你深层清洁实证。至于你考虑的是打扫工具的重量，追求轻巧，支援符合人体工学认证的 Digital Slim 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。你选好哪部适合你未呢？我们很快就会有新片和大家见面，所以记得 subscribe 我们 Price YouTube Channel， 再按旁边的钟。